Benson 林庭谦。阿吉回到中间，再交给孙思瑶去找林庭谦，在底线被封住，这底线完全被踩死了，没有太多的机会。再回给林庭谦，底线的跳投出手，三分球投进，这个三分很重要哦。球再交给林庭谦收球，这个球传得漂亮，进三分钟。吴永胜地板球给进去，林庭谦到篮下的插板出手得分。看起来身形跟球员之前来说真的精瘦了很多、哦、啊！那我要去请教他一下，他到底跑步是怎么样去做他的规划的？14公斤我也很需要。哦，收球到篮底下，这是林庭谦的出手得分。一个空手切之后呢，变成自己的切入啊、哦，然后再踩了一个欧洲步，晃开了陈顺祥。中国的联赛 CBA 的选秀，因为在美国疫情关系的，所以决定暂时不回去了。慢慢罚进这两分，也可以为他后面。李辉在底线露出空档机会 ，corner 没有投进。在交的中间的林庭谦出手喷掉，裁判吹犯规。大家非常的期待啊。是。这个下手判断非常的准，然后把球抄走，轻松的快攻机会，单臂把球给压进去。